诸位，今天是最后一次特训，也是迄今为止的总结。总结，有意思，是想要看看我们至今为止的特训成果吧？哼，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宣誓之时，终将到来了吗？小玉呀、啊！另外，这次的特训将极其接近实战。实战？企鹅？哎呀，真可爱！要我们打倒这个吗？没错，身为偶像。等，打企鹅跟当偶像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挺嚣张啊！贸然接近不太好吧？没事，在动物面前，你越怂就越容易被攻击。像这样瞪回去，反而不会有事。服了，杀气那么重，自然是这种下场。行了，你们就看着吧，不过是只企鹅，个头大了点而已，交给本小姐吧。真的 OK 吗？哼，来这边，乖，乖啦，别怕，别怕，你只是被吓到了，对吧？在搞什么？仰望夜空，寻找黑夜里唯一坚定绽放的星光，许下守护已久的愿望。喂，伊莎贝拉，卡提亚，快唱歌！若你迷惘，不用害怕，我会永远陪你找到希望。我们能更坚强，让梦想被实现，撼动着未来骄傲的发光。Prista， 罗兹，你走。那已经经过了心灵伤，相信一个孩子身上是无可取代。你不是心之你应该。很好，这就对了。净化噩梦需要的就是能打动心灵的歌声。是梦魇晶石，首先，恭喜你们通过了这种种艰苦的特训。基本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特训。在此正式通知，两周后，你们将在观众面前进行现场表演。哇哦！现场表演？表演曲目只有一首，就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特训的成果吧。全部都放进行囊，后来我可太担
就是我的。